一博身为一代潮人，一博先来选一套吧。对，你觉得穿哪个最可爱一些，更彰显他的气质？哎呦，这个线条啊，整个那个不行是吗？这个，我跟你说，女孩穿这种可爱的毛衣呢，它会显得她特别可爱，是不是？就是这个意思。对对对，梦幻少女，秋日私语的感觉啊，特别仙儿。就这个，要哪种？不行不行，这鞋里老胖了，这大膀子。这前面开这么开啊？好，慎重啊！这么穿的，露背啊？不是这么穿的。嗯，啊，真的，他标在后面这么穿，是的，是的，肚脐儿，这是个睡袍，人家里面有内搭的，咱们穿这个吧，还是好不好？行，好，这个比较传统，我舅妈就穿这个，这个人不上60穿这都不合适。行，我们已经选好了，好，请到试衣间。哎呀，这谁选的呀？一博啊，难怪啊，真可爱呀、啊！对呀、啊，穿的跟一片雪花一样啊。怎么样？您自己觉得？这款呢，虽然显得很仙女，但是因为是浅色系的，然后就稍微会给人膨胀一点的感觉。不会不会，很可爱。一博，你选的这个衣服，你再评价一下。我觉得还挺适合的，很适合。具体哪儿最适合？就是整体的感觉吧。就您自己如果要选的话，您会选哪一套呢？我会选刚才二舅妈那一套。不是，领口很大的那一个。你真的要穿到肚脐眼？你确定？没有。要哪种？不行不行，这鞋里老胖了，这大膀子。因为是一个大 V 领，然后是一个高腰系带的款式 ，V 领可以拉长我们脸部的线条，然后显得脸更小。高腰呢可以拉长腿部的线条，对，然后整个人都会显得很高。对。接下来请王一博和钱枫挑战试穿老年服装，合作一起拍组老年模特照，来，有请。一博，你来吧，一博。对，那个衣服也不老啊，那最前面那个还行。哎，给王一博挑一身最显老的，那个才能有意义啊。这个还行，感觉是有设计的，就倍儿老那种，就看门大爷那种，倍儿愁那种。对，这还行，这还行。这个音乐不对，要给那个最美不过夕阳红那样的音乐，我看看能是什么样的。嗯，最美不过夕阳红，温馨又从容。我是感觉还是挺现代的。想起了自个儿的老伴儿，嗯，这么多年，最美不过夕阳红，温馨。哎，来，一波，钱枫来了。